家好，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四面倒数第三行啊，龙王主要言之行十善道，一切庄严故，能生一切佛法毅力，满足大愿。那么从这个以下的所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，就是前面第一条啊，我们所念到的这个行十善布施啊，这个以施庄严故啊，就是常富财宝啊，无能轻度啊，这总说往下呢都是总说，就不用啊一条一条的细说了。但是从前面佛给我们一个启示啊，那就是告诉我们，人在这个世间，谚语常讲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这个意思实在是无限的深广啊！我们一生果报当中啊，也非常复杂，极其极细微的小事情，无不是有前因的啊！我们从这里看呢，你就晓得这个因之复杂啊！你比如同时行布施，这个布施里面，不管是大小啊，谁一文钱也好，谁一万财也好。啊，无论是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啊，十善具足，那个福报是圆满的，啊，没有一丝毫欠缺。十善里头有一条欠缺的，哎，这个果报里头啊就不圆满。啊，看你在果报当中啊，你还有哪些不如意的事情？我们现在一想就晓得了，啊，在修因某些地方啊有了欠缺啊，所以果报不圆满呐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什么叫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，什么叫做自作自受，我们才真正明了啊！这个因果实在讲太细密了啊！唯有真正体会得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心才真的安住下来了啊！绝对不会怨天尤人，为什么呢？动一个怨天尤人的念头，我们又造了不善业了。啊，招得来生不如意啊！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佛在经上前面举的这个例子，只是一个概略言之，没有详细，详细那要向天台大师给我们解释，不解千如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学佛学到现在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单单一个布施里面，布施里头就具足十善呢，
知不知道呢？十善里头每一个条目里面，啊，不杀生。不杀生这个里面有不杀生的不杀生，不偷盗的不杀生，不邪淫的不杀生，乃至于不贪的不杀生，不吃的不杀生。你这样一观察的时候，那就太细密了。啊，这种观察的方法，天台大师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教给我们的。啊，他教我们看十法界，每一法界里头都具足十法界。啊，佛法界里面有佛法界里面的菩萨法界，有佛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，乃至于有佛法界里面的地狱法界。啊，人法界里面有人法界的佛法界，有人法界的天法界，也有人法界的畜生法界，每一法界都具足十法界，这就一百界。都是概略的说法，一百法界里头每一个法界又具足一百法界。谁懂得这个道理？谁能够有这种力量啊，就威胁观察呢？啊，诸法实相啊，谈何容易啊！啊，我们今天用浅显的言语来说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啊，或者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真相。纵然我们能够在一法界里看到十法界，还是看个皮毛，还不是深入。啊，深入观察了，无有边际，无有穷尽。啊，这个彻法根源呢，根源没有底呀，没有边呐。要怎样才能够契入这个境界？啊，古德常给我们讲的是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我们从这一句话的像数学里头套这个公式，有心不如无心呢。发生大事，无心。啊，十法界里面，四圣法界还是有心的。啊，有心为善，不如无心为善。有心落在意识里头，无心就是真心，就是真如本性。我们要细心向这个里面去体会。啊，往下这都是主要言之了。啊，不必像前面
这么细说了，前面懂得了，后面你自己就能够体会得了。啊，这行是十善道啊，啊，一戒庄严故，把十善落在持戒上。啊，我们也要像前面那么样去思维。啊，利不杀生，而持戒故。啊，这个下面总的说，就是能生一切佛法义力，满足大愿。啊，底下单单就利杀生这个别报。佛在此地省略了，让我们自己去想。啊，利不偷盗，而持戒故，总的果报是一样的，别报啊。我们应当能想得到啊，啊，一条一条啊，你去仔细思维，你会开悟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能体会得了。十善业是修行根本，啊，立十善业不但不能生一切佛法，一切世间善法都不能生啊。在这里，我们就想到啊，世尊为什么在这个经业开端告诉我们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这一句开始要紧呐。毫分不善夹杂在其中，就不是佛法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佛法是纯善之法。啊，什么是佛法呢？一真法界是佛法。为什么会有十法界呢？修一切善法，夹杂不善。啊，十法界里是夹杂不善呐、啊，夹杂不善越少，往上升；越多呢，就往下坠。不就这么回事情吗？夹杂不善多了，这是畜生恶鬼地狱啊！你难道是地狱里头的人没有修过善吗？没有起过善念吗？不可能的啊！一切占众生心想造作，都是善恶混杂的，就看他是善多还是恶多。啊，善多恶少。六道里头人天福报啊。善少恶多。这是三恶道的苦报。
即使是在四圣法界，依旧是善多恶少啊，他还没有完全离恶啊。啊，什么是恶呢？妄想分别是恶啊，极其轻微的恶，就是经上讲的毫分不善啊，他那个不善真的是一毫一分呐。很轻的不善呢，障道障碍你不能入一真法界。啊，我们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粗心大意，还以为什么呢？小小戒可以舍啊。小小不善无所谓呀，只要大体上不错就行了。啊，我们常常自己这么安慰。啊，这个大体不错，给诸位说是对待社会，对待别人。啊，要求别人不可以太严苛。就是佛法也不可以，为什么呢？要求严格的他不来了。啊，讲经的讲堂不是学校，他喜欢来就来，喜欢不来就不来。啊，所以不可以太严格。啊，纵然今天我们讲的在一块共修，也不可以太严格。真正严格修行道场，古时候啊，大德他们做到了，他们那是那真像上学一样报名参加的，那不是说你喜欢来就来，喜欢去就去，不是的。啊，我们净宗往年庐山圆公啊，这是在中国第一届第一个莲师。同参道友123个人，这个是固定的，绝对不是你想来参加你就来参加，你想离开就离开，不是的。大家真的志愿志同道合啊，在一起念佛共修，那123个人都成就啊。这是古时候真正修行道场，我们今天念佛堂开放的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戒瘾的道场啊，戒瘾广大群众的要求就不能这么严格啊，在戒瘾大众当中。有若干时日，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，啊，成熟了，我们真想往生，这首先，看看有多少人，人数多少没有关系，啊，你看觉明妙行菩萨，就是西方确知里头所讲的，他们志同道合的一共12个人。啊，12个人在一个小道场里面进修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志同道合，这12个人都成就。啊，人数最少的，这是一个僧团的时候，4个人，换一句话，4个人以上就行啊。啊，是把这个事情真搞清楚。真搞明白了，啊，我们四个人是坚定决心求生净土，这个世间誓愿统统放下了。
啊，那有个小大臣，行啊。确确实实圆圆满满做到了六合敬，这四个人志同道合不容易找啊，两个人住在一起都要吵架，都要意见不合，那你还有什么法子呢？你就晓得四个人同心那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。然后想到啊，我们员工当年在是123个人，嘿，也真是不可思议啊。古时候那些道场啊，或许菩萨示现呢给我们做榜样的啊，给我们做模范啊，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啊。这个是十善业啊，行十善业，着重在这个行字啊，这个行就落实啊。落实在持戒，戒庄严。庄严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美好啊，圆满了，没有缺陷了啊，圆满的意思好，我们持戒才能圆满。能生一切佛法毅力，意识道理，对于一切佛法的道理明白了，利是利益，是受用，持戒在此地是广义，不是狭义啊，因为六度是菩萨行为的准则啊。持戒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啊，就是受法。人无论是独居，无论是跟大众相处，都有规律啊，尤其是跟大众相处决定要守法啊。佛陀的教诫决定遵守啊，所以不一定是那些戒条啊，凡是经上讲的这些教训都是戒法，告诫意思要明了，行为要遵守。除这个之外啊，像国家的宪法、法律、规约都要遵守啊。啊，到人家家里面，所谓是家有家规呀，国有国法，要守人家家里面的规矩。每一个人家规矩不一样啊，像我们这个佛教的道场，道场众多，每一个道场都有他自己的规矩
啊，我们看看每一个道场他们定的常住公约都不相同啊。啊，我们先要去看看，不懂先要问呢。啊，道场里面有知客，他就是管这个事情的，要向他请教。啊，尤其是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。啊，你像前天印度教给我们说的，啊，印度教最重视的，啊，普通礼节。无论是你赠送他们的东西，或者他们赠送你的东西，一定要用右手。啊，他送东西，你用左手去接，这大不敬。那在我们无所谓啊，他那里就不行啊。啊，你送东西给他，一定要右手拿的。他送东西，你一定右手来接，不可以用左手。我们要懂得啊，才能够满足大愿。这个满足大愿就是我们常讲的有求必应的啊，我们有求愿呢都能得到满足啊，这个是实善落在持戒上啊。为什么守法就能满足呢？诸位要晓得，一个人守法得到大众的尊敬欢迎，帮助的人多啊，常常不守法，人家对你信心没有，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不会帮助你，你办什么事情障碍很多，成就困难啊，所以佛把守法摆在第二啊，啊，布施摆在第一了，布施要真正放下。为什么呢？你真正放下你才能守法，放弃自己的分别执着，我就能受法。我不能放弃自己的成见，不能放弃自己的执着，受法谈不上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六波罗蜜这个次第不能够颠倒的。啊，他一个环节套住一个环节的，啊，不能够布施，不可能受罚；不能受罚，决定不能忍辱。啊，不能忍辱，你决定不会有进步。他一个套一个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